吃饭时间到了，小乌龟们翘首期盼已久，小乖乖们，走，去吃饭了。圣斗士今天能不咬人吗？小宝贝，走了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你不咬我，你先吃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停。好了，你的吃完了，圣斗士到你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好了，光盘了，棒棒哒。回房啦，吃饱喝足，你们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的一小对，又可以嗨皮的玩耍，不理我了。